天亲情将来不嘛变卦，相信你也知影，你是我所有的生命。蔡宗颖，他说：“今天你的歌声让我吓一跳，然后呢，你的歌声一出来呢，我马上替后面的这两位小姐呢，错了一蛋，因为你非常的有杀伤力，你的歌声又非常的震撼人心，因为你有很多的小细节，你既然拢做出来，你的特色很鲜明，你的歌声真有记忆点，然后你的歌声够迷人。”啊，虽然讲哦，有点小小可惜，就是讲你的播音最后一句的播音，你要 hold 住它 ，hold 住了，你整首歌非常完美。他们两个今天真正爱串的蛋。那个钟颖老师好，钟颖今天你的声音的厚度很好，那声音厚度非常好。那因为可能第一次来，就是稍微不够放松哈，但是整体来说，但就是你模仿柯P的时候就很放松，那唱歌的时候。但是我觉得你的拍子跟你的声音音质本身都是很好的哈，只有唯一小可惜，最后那个最啪那个啪的音准跑掉了哈，那个就是没有 hold 住，差一点点哈。